on in my head like I've seen it.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aning. I'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. I'm feeding this demon. Got a taste, can'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.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fade away. Like a card, never change. Play the game that we say. I need a break. I'm staying strong, need to move on to be what I want. I'll keep dreaming on. I'm staying strong, need to move on.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传说老人的传说对决，我是拉尔夫。那我们这一场带来的呢是艾米丽。艾米丽呢，这个造型哈是我们上一季的时候呢，免费送的哈。那拉尔夫其实还蛮喜欢这个艾米丽的这个造型的。好，所以我后续呢，虽然我前段时间哈都是在玩软辅哈，那在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玩其他的角色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艾米丽哈再拿来玩一玩。那这一场呢，主要来讲是打了一般场哈。那纳夫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造型呢？他的名字叫做我的野蛮女友哈，他的造型本身就是我野蛮女友哈，不是我的，他就是野蛮女友。那纳夫蛮喜欢这个造型的原因呢，在于说艾米丽这个造型的那个他的大腿哈是比较细一点的。因为艾米丽以往的这个造型里面腿都比较偏于粗一点哈，比较粗一点。那这个造型呢，她腿看起来比较细，又穿个皮裤，她把整个腰身都弄出来了。所以呢，纳夫还蛮喜欢这个造型的。那她的名字也还不错，也配合，就是纳夫在玩艾米丽的时候，有时候都还蛮暴力的。那我们知道要玩暴力一点的话呢，基本上应该是全攻啊，对不对哈？那但是纳夫选择了还是一样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人老的哈，那个想要容错率多一点哈，我们就必须多一点坦度，多一点坦度。而且艾米丽本身来讲哈，因为她在二技用完之后，还有就是说在打单人的时候呢，她都会有那个攻击力的加成。所以其实我们的选择哈，就是用了一个全能武器，好，那这样她本身攻击力就蛮强的。那我们打到现在哈，看到那个对面有蝙蝠侠的眼睛哈，这个真的是觉得很恶心呐。为什么辅助要选个什么蝙蝠侠啊？他到处在那边用，光是那个眼睛就吓死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因为对面哈，的那个凯撒路的耶娜还在，那再加上蝙蝠侠在这附近呢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。那基本上来讲也是哈，就是说我们玩凯撒路，基本上我们都要懂得怎么看地图哈，那去探草，有些地方我们要走的比较保险一点啦哈，就是小心一点啦哈。要走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常常凯撒路都是个孤儿嘛。如果打野来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如果打野都不来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扛边的角色。好，那纳夫在这边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很不对啊。因为我事后呢再回去看的时候，在我要开始跟他耶娜打起来之前呢，中路就说那个敌人消失了，结果我自己没注意到哈，还把技能都用上去。其实我前面有好几次啊都。守的还不错嘛，都没有送头啊，然后结果这一次就因为这样子哈，那送了一个头。那我们复活之后呢，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帮线路哈那个清一下兵。那我是觉得啦，像这时候我们有兵线在准备要打我们塔的时候，真的不太需要直接去打架，因为你打架的话，你的塔就是不断的被磨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因为毕竟是一般局哈，所以。我们大家好玩的时候都比较随心一点，比较随心一点。那但是拉夫还是会习惯，就是说先把兵清完之后呢，再打架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一场呢，其实因为我们的打野哈，虽然同样都是虫子啊，可是也许他的经验不够吧，就是表现其实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整体的经济呢，好是比较偏弱势的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的野区啊，好像都没有在清我上次看那个杨敏的直播啊，金门杨敏的直播，他在讲啊说，那个我们每次玩到高端局的时候啊，那个有野怪都赶快吃的啊，可是玩一些比较低端的时候哈，就会发现说，因为大家都不太敢抢打野的东西，好，那野怪我们都不其他人都不太敢吃，可是呢打野又常常哈，那都不去吃野怪，就把那个钱浪费在那里，那他就讲说，我们又不是随便走一走就会有钱的，好。
那纳尔夫以往呢来讲呢，通常玩的是辅助啦，辅助他在攻击力来讲比较差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之所以玩辅助比较没有再去吃小兵的原因哈，也在这里，因为吃小兵花太多时间了。那与其更正，不是吃小兵，是吃那个野怪花太多时间了。那与其在那边浪费时间，不如我们可能像说站位啊，好，卡位啊，卡视野啦，或者是说呢帮队友，好，那这样或许会比较好。那这样的话就是得看队友吃不吃野怪啦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呢，发现哈蝙蝠侠一个人，我们就跟他一个那个瞬移过去哈，那二技瞬移过去，那也顺便开了个大招。结果这边打一打呢，我们的卢尔哈被打死掉了。那但是我们哈也在这边还不错，收了两颗头。好，那艾米丽其实就是这样哈，我们只要出一点点的坦装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攻击装备哈，那他本身来讲就是会很暴力。那我到现在呢这边才出了第二个防装哈，那我一开始出的是火甲。那为什么出火甲哈？主要来讲就是我觉得火甲是所有坦克的一个幸福装备，因为以往哈坦克在清兵上特别的慢，但是只要你出了火甲之后，好，那清兵通常都不会太慢。所以呢，我如果要玩坦型的时候，不管是坦克哈，那还是说一般的哈，那如果说他需要有自己清兵的能力，我就会出火甲。那在这边哈，也是我一个犯的错哈，我明明知道那个蝙蝠侠眼睛在后面，结果那个艾米丽出现，那个不是艾米丽，那个对方的狐狸出现的时候啊，好，那我还是这样给他冲上去哈。那这也是拉夫在玩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较容易冲动啦。你看像这个也是一样，我看他对方亚只有一个人啦、啊，就给他冲过去了。那也没注意到说敌方其实很多地方人都没有出现啦、啊。结果呢，我第二差点打死了对方的那个甲虫跑来的哈。那我们被甲虫缠住了之后呢？又差了一下，那个可能差两下了哈，才有办法把海亚给收掉。如果没有甲虫的话，我想我至少还可以脱离那个战场啊。但是因为有甲虫了，就真的没办法。那我蛮喜欢艾米丽这个角色，因为她本身来讲哈，我们出半坦型的时候，她不但有攻击力哈，也有那个也有一个坦度。那菜者的话就是说，如果真的我们玩比较熟一点之后呢，我比较建议艾米丽应该是出全攻装，像我们这种因为地图不太会看啊，然后很多局势判断不太好的，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出到这种半坦型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团队里面真的很缺坦克，像我这一场里面其实讲起来也算是啦哈，我们这一场里面其实也蛮缺一个坦克的。那有一个坦克呢，在前面弹住一个伤害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再打起来就会相对好一点。但是如果说，我们的队友的辅助本身就是一个坦克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艾米丽还是全攻装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当然啦、啊，你若说，那拉夫你会有没有出过全攻装？我会跟你讲没有，因为就像拉夫常讲的哈，我们年龄大的啊，哈，那手残是常有的事情，然后脑筋呢转不过来哈，那小地图。也只是有时候会注意到，但也常常好就没有注意到啊，好，然后会不小心送头，所以我们需要那个容错率大一点的一个装备。好，其实我是觉得啦，就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我们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，大神榜那边有很多的装备哦，其实你说他们不好吗？没有，他们很多大神榜的装备真的很棒，可是呢，你要知道他们是大神啊，他的反应。他的那个小地图的看的状况哈都很好，但我们不是啊，好，我们不是大神的，好，我们的那个经验啊，还有各种判断其实没有那么好，好，所以我是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些状况哈，那些大神装啊，我们要参考，但是不应该哈什么东西都用，我们不是职业选手，那种反应这么快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啦，就是参考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装，那像这个。现在这边呢、啊、也是拉夫的判断出来，我看到那个塔没有人守，我就直接冲进去了。可是都忘记说蝙蝠侠很可能随时会出现，因为蝙蝠侠并没有出现在小地图上面。结果我们一冲进去之后呢，就被蝙蝠侠给晕到，然后整个就送头在里面了。那我们复活起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的野区，因为对方已经两个跑到我们野区来打我们的人，那我们来这边野区支援，那。好，运气不错，就是收了伊莲娜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被那个对方的海亚给收了。
不过呢，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后来呢，一个那个五幻姐啊，五幻一，好，就我们自己死掉哎，但他们全部都死光了。不过呢，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队友还来不及把塔给推掉。那于是我们就又有表现的机会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那个甲虫互秀哈，那哎，也不能说互秀，就刚好那互相的杀死对方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啊，打赚了一颗头哈。那于是呢，我们就顺利的把这个这一场啊、对决哈、给结束掉，那取得了的胜利啊。那大夫好久没有在拍这个艾米丽的影片了哈。其实我因为最近呢、我都会玩的场次，我都会稍微录影起来，然后再挑几个还不错的哈。那我后续也会再挑一些说大夫曾经玩过的一些角色，虽然说呢，我们并不是很厉害了哈，因为。你想想看，一天才玩个几场，能够有多厉害？好，那但是因为我们玩的久，有些地方有些想法呢，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希望大家呢有空多来看看大夫的频道。我是大夫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